在香港见到他们就比较激动，然后再加上就是这次因为疫情的阻碍，然后我们能够很幸运的在香港再见到这场演出呢，就很开心，所以就很早起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做一些小的纪念品，然后要发给大家，这样子是龙队的一些照片，然后包括我们也就是选了他们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照片，然后做成的小的这些纪念票，然后想发给大家。开心，因为就一直都很喜欢乒乓球，所以也很关注奥运赛事，所以今天能够过来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好兴奋啊，因为可以看乒乓球啊，就很激动啊，就可以看到奥运冠军啊，就活在梦想里面的人吧。好紧张，因为可以见到啲选手。想見到中國隊的馬龍和許昕，我未來都要向那些運動員學習。馬龍加油，我們都支持。馬龍加油。我想見到馬龍，因為他打乒乓球是我偶像。我觉得可以通过就是体育这个平台，然后让两地有更好的交流，然后大家通过体育能更好的了解。对年轻人呢，就多啲认识国家，同国家一齐进步。哦，呢个系可以等我哋咧支持我哋中国嘅选手，咁呢个系我哋中国嘅骄傲嚟嘅。因为他自己都有玩乒乓球嘛，我觉得来看看马龙的话，见识下那些技巧啊，我都很有意思咯。让更多的香港市民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运动员，然后就是他们很厉害，然后也就为国争光嘛，然后值得我们骄傲。当然呢，也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运动员很辛苦。在香港，我们也从内地过来，离家很远了，就终于能见到这个，祖国这个奥运这个为国争光的人员，这个能够见到，也感觉到一份亲切了，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奥运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也够能够让香港市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吧。我觉得也是增进了那个两地的交流吧，一种从体育上面，还有文化上面这些，对。我是觉得也给香港市民大家一起能够享受这个比赛的乐趣吧。我未来都要向那些运动员学习。中国加油！